Falling on your feet, do you finally see what you're missing? You're just one lost soul, it'll break the mold. When you see me, do you believe in a higher love? Somebody let the sun come up again. What you need is the heat of the summer.Lost your mind, need the light to recover. I swear we're headed on the better days, and the sun will come up again. Cause it brought me the sun.卷卷已经到了，敞篷前，我们先检验一下 Z4 的后备箱尺寸是怎么样。我要把我的设备放进去，你看我的欧哥，来开后备箱吧。敞篷前，后备箱非常大。好，我们把设备交给卷卷，我来试一下它后备箱。我一共有什么设备呢？一个仪轨，我们今天去拍 Z4， 对吧？东西要带全，对吧？一个仪轨，两个摄影包，很大嘛，是啊，这样子啊。它不用像 SLK 一样要压一下是吧？足足够啊！走吧，我们去开呀，没有一斤快开开过，哪有那么多东西？好，我们走吧，冲！这避震也太硬了吧！我靠，这条路我的欧哥在开，感觉也没有。对比的呀，对不对？这歌倒非常复古。就我们现在看的这种风噪环境，就是我在开大雨林的时候我的风噪环境。以前我完全撞不到风，前面一点都撞不到的，撞不到的。大雨林你戴头盔啊，150不用盖风噪，就跟那盖镜子跟嘛，真的超级夸张，就一点都不。冬天骑车超爽，然后下面是过暖暖的热风，上面下面是热气，上面吹不到风，一点都不冷，完全不冷。完全不能，现在就差一个加手板，你知道吧？他规矩没有选完加手板。我们现在开始宝马 Z4M40 的试驾体验。我们刚刚试乘结束了，先调到我正确的驾驶坐姿是吧？我们这期是个正经测评。哎呀，安全带系好了，怎么地这么快？然后倒档是好，到挂上倒档。现在开的是卷卷的新车，我们开的是敞篷的 Z4， 是卷卷他妈的，怎么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就这样吧。我们现在开到了一个山沟沟里面，为了拍几张照片，真是不容易啊。我其实没有开过 Z4， 我只开过718，从来没有开过 Z4。哦，还有苔藓，这是高科技啊。是我人不够高吗？怎么感觉有点？这个苔藓是有那个导航的吗？有的，可以把那个苔藓给就是上面导航加进去。这个刹车是 M 刹车吗？我记得是吧？对，就是 M 的刹车。四火塞。这个路感也太清晰了吧！这个车的轮胎啊，压在地面上，你能听到所有的细节。其实并不是它路感好，而是他妈你没有喷。你能听到那个压过的声音，所以这么想，应该敞篷车路感都要比普通车好吧？因为你都能听见。其实它没有那个，就是上面没有车顶的话，不是强度会降低吗？对，在车身上可能会加强。对。好，来讲一下这个方向盘啊。那我个人觉得这个方向盘有一点点太粗了，可能是我手太小了。这种天气开着跑圈还抢着喷，几度告诉我？现在今天好像我们这边这12度啊，那还挺高的嘛。没有，其实今天是我们这里寒潮的第一天，然后我们开了个敞篷跑车，开了喷，为了感受一下。都买敞篷跑车了，这喷就不能关？关个屁！每天开着。其实我觉得还能接受的。就对于我们这种摩托来说，这种温度太舒服了，感觉也没有。就这，我们在零下的时候骑摩托车，可比这个冷多了。我们的接受度要比一般人高很多。那我就敞篷车啊，开过这种银杏的路，哎，你就感觉就很棒啊。这银杏还不够多一点，都可以拍宣传片了呢。啊，继续吧。
先讲一下这个车的车价吧。那我觉得这个车最香的地方其实是它车价哦，我觉得要比 Super 718都要香多了。你 Super 718基本上性能，那我先说 Super 吧，它同胞兄弟啊，我觉得 Super 的车跟它去比的话，不能说一模一样吧，只能说完全一样。那无非就是一个软顶敞篷，一个硬顶敞篷。就很多人会根据鬼佬他们的说法，说 Z4 的底盘结构，他们的操控会有区别。但是在我眼里啊，如果宝马的底盘调教是非常拉垮的话，它就不会有盛名，丰田也不会找宝马来做这台车。所以我觉得它那些极限的驾驶体验，你倒不一定能驾驶得出来，但是敞不敞篷你立马可以感受出来。所以我是更喜欢敞篷的，你其他不去说，敞篷就是要帅嘛。好，刚刚试驾完，然后风噪有点大，我先来讲讲我对 Super 然后 Z4M 然后718这三辆车啊，我们来个键盘评车。那我觉得先说 Super 吧， Super 大家都知道啊，我之前一直说我非常喜欢，因为我毕竟是八路车主嘛，对吧，大家对丰田还是有那么点喜欢的。然后但是它国内售价一出，我就觉得我就人傻了，它怎么会这么贵，那它比宝马还要贵，就离谱。那我觉得丰田我也不指望说你比宝马便宜，那你至少加价不用这么夸张吧，你真当阿尔法卖呢，就离谱。再说 Z4 跟 Super 的区别，那大家都知道它底盘结构不一样，一个是软顶，一个是硬顶，车身结构强度也不一样。很多人会说在油管上面说有不同的测评人去测他们这两辆车，他们的极限也不一样，包括他们跑线速度也不一样。相对来说 Z4 可能没有那么的激进，没有那么的极限的去调教，确实好像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而言啊，对于我们这种喜爱玩车的人的爱好者来言，不是那种每天去跑赛道的人，我觉得这些差距都是微乎其微的，就不是宝马 Z4 不够优秀，而是大家都特地的去找它那些差异化的东西。我觉得没必要，就是 Z4 本身的底子已经很好了，你不要说这一代了，上一代也很优秀，你就这么横向去比好了嘛。如果不是苏巴鲁坐车优秀，丰田就不会去找斯巴鲁去合作做886了，不是 Z4 优秀，丰田也不会去找宝马去干这样事，因为他知道前之后就现在全球范围内做最好的就是宝马。那 Z4 的底子他在纽北比 M2 还要快，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好，这是理论层面的，我们再来想实际层面。那我一直觉得 Super 的情怀成分太大了，但是大家真的有这个情怀吗？我一直是这个是打个问号的。那86我是小时候就看头文字 D 了，那是有这个情怀，但是 Super 真的有吗？我接触到 Super 也就是速度与激情，那他真的出现了很多部一直在讲吗？也没有吧，我真的没有对 Super 有那么强烈的这种情怀，能为这个情怀去多付十多万，我觉得这个 Z4 的敞篷会更加香一点。那它毕竟是个敞篷车，就是我从小到大的，对我来说跑车的最初概念就是软顶的敞篷，所以我一直觉得 MX5 的国内引进的那个硬顶敞篷就不伦不类，就我觉得就是应该是软顶的。那这个就是软顶的敞篷，这么优秀的底盘还是宝马。那卖价，好，我们现在讲到卖价，如果说你买同价格的，比如说718，好家伙，718其实不是同价格，它贵多了，你可能真的去保时捷去问一下，718价格远远贵于 Z4 的现在价格， Z4 现在还有优惠，718你还得盖板还得加价，你知道吗？你等车要一年，等车还要一年，那你等车时间又长。而且我个人觉得你以后可能在燃油车现在已经快没有的时代去买这台 3.0 的车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难得了，以后不一定会再有了。末代直六了是吧？这已经是末代直六了，就以后真的不一定有了。不再试一下吗？就我觉得啊，是这样子的。我觉得电车，我一直是这观点。我觉得电车代步的，我就像卷毛买的 Model Y， 代步买电车一点毛病都没有。GTI， 包括我的 RDX 都开不起，加满一下要500块，这真的。你就只能开一个礼拜就离谱，那你买辆电车你五百块钱，你像我那天在跟我爸说500块钱，你如果是50去开的话，我可以开10000公里。我们还一开始算一下是不是算错了，真的没有算错，真的可以开10000公里，就离谱。那我觉得，但是反过头来说玩乐的车，我觉得趁着这个最后的机会吧，真的是最后的机会了。我觉得可能5年以后可能就真的不一定有这个车了啊，5年以后我就可能都不也有3.0了。你看那个
莲花新出的车已经是2.0的那个奔驰的发动机了，你就3.0，你去哪里找3.0？那真的不一定有了。对，特别是国内更玩不到了。国内的因为环保的原因，可能更玩不到了。就我觉得，可能真的要珍惜吧。我觉得就是玩的我能接受燃油车，但是如果是家用的，就选择电车，一点毛病都没有。我们现在是买个玩的车，就是我觉得。我可以说虽然它价格有点贵，但是我觉得它是性价比最高的车了，已经没有第二台了。而且它是个宝马，我觉得宝马对于汽车的运动化调教，对于运动车的制造研发，到现在为止还是天花板一样存在，在 ABB 里面明显要比另外两家要来运动。哪怕是不要说现在啊，我们刚玩86的时候，你就像我们刚玩86的时候，那个时候 C63 跟 M3 所有人都想买192的 M3， 对不对？就是这个C63，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啊，100多万。对，就是这样子一个简单的这三辆车的讲解，也不算讲解吧，就算我自己的分享吧。开运动挡，运动挡听听排气啊。哦，它是会有回火啊，有回火，有回火。我们现在在宽阔的湖面上开开这个车，把那个窗户开起来了啊。我们在宽阔的湖面上开这辆敞篷车，风确实有点大。然后我觉得如果开着敞篷哦，就是你后面的头发会不停的随风飘荡。哎，其实这个风确实有一点点的大，但是我真的觉得不冷，真的觉得不冷，是10度了。其实你看我们浙江人，寒潮来了也就10度，还能怎么样，这不得买个敞篷车，对不对？没毛病。哎，我这个慢有没有开啊？开着。还有呢，这个车呢，现在我们开的是运动挡，运动挡跟普通有什么区别呢？它原厂会放炮，那么离谱，就感觉我的大野驴改了天蝎。这声浪很好听啊，我靠，不愧是3.0，不愧是3.0。就是这一代是我觉得40是要比25性价比要高出很多很多的车。25的性价比是要高出很多的，它的差价呢大概是在13万到15万左右。那么它多了哪些东西呢？多了，先说硬件上的，多了四活塞的 M 运动刹车，还有运动悬架，还有一个 M 的差速锁。这个差速锁就是可以漂移，可以漂移，它有锁止力。还有就是一个3.0的更棒的、更先进的一个最新的 B58 的发动机，是吧？嗯，对。然后。各种配置都给你拉满，就是你25上面都要选装的一些东西，在40上你不用选，它所有的都已经到位了，所有的都已经给你选齐了，所以就性价比非常高，光那些选配可能都要好几万呢。对，嗯，更甭说这个发动机了。嗯，就你得到的完全是，我觉得是两台车呢，就是30跟20就开起来就完全两台车，可能2.0开了它就不会笑了，对吧？这个实车确确实实啊，我说实话，就是油门踩去你会笑了，就这动力可以，一点毛病都没有，完完全全超过你的需求，就而且排气声浪很好听，我一直强调排气声浪很好听，是确实原厂排，就人家需要改装，你根本不要改装这个人话，而且最关键什么？开了棚，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开了棚以后，这个声浪就在你脸上，你知道吧？就离谱，就。是得买台敞篷车，哎，我就是没有台敞篷车，这不得去搞一辆。这是它的运动组合仪表，这个可能有点拍打不清。它可以显示计值、涡轮增压值、油温，还有扭矩的马的功率的输出。算了算了算了，做一个操车动作，盲弯不建议操车，禁止操车。我们做个好孩子。可能到时候就是可能以后。啊，朋友比如说结婚了什么的，来借个摄像车什么的，肯定是很多人会借的呢，是吧？因为摄像位真的很棒，以后我们拍节目可能就要用到这个车了，对不对？这不得专门二婚一下来借个车。你可以那个放上，不是你没放在上面，摄像头放在上面，听热声了，没毛病。取景看一下，取景光看一下，不要他妈朝天了。还有一个开这个车的感受啊，就是说，我觉得开这个车跟开86来跑这段山路的很大区别，就是你开86的时候你会想攻弯，开这个车你只想享受这个过程，就是
enjoy， 你知道吗？就非常的享受生活。对，你就感觉，哎，人工作已经这么疲劳了，这不得每天开来兜一圈，对吧？也不是说要很激进的去跑这个山路，只很顺畅，对吧？动力完完全全够了，慢悠慢悠的，棚一打开，哎，这个味道就对了，就享受生活。赚钱不就是为了干这个吗？对吧？这么努力，每天搬砖，不得给自己享受一下？然后刚刚突然间打转向，是因为他车道保持好像自己开了，是有主动刹车啊这些的。马吓一跳，操！他为什么会在车上放鞭炮？没有，这是死人的。在哪？嗯，二十一世纪死人不能放鞭炮了。哦，电子鞭炮。电子鞭炮。啊？啊、哦，你不知道吗？不知道，是我肤浅。我觉得哦，还有一个区别呢，就是这个车跟卷毛 GTR 的区别呢，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哦、GTR 呢，我希望我出现在市中心最热闹的大街上面，给大家看看我的 GTR 啊，我有一台 GTR， 这台车呢，我就想我最好这么得去趟四明山感受一下，就是这个山路可能不太大，我觉得我得去更远的山路，对吧？更好的风景。就我觉得适合什么，真的很适合像你爸妈这样子，就是是吧，什么已经到了该享受生活的年纪，周末两老夫妻，对吧，带上行李，对吧，去酒店里面，对吧，山里面酒店五星级的去度个假，开特斯拉呢就是露营，啊，对对对对，享受啊，真的是享受。我觉得到这么想呢，3.0呢只适合我们这种有驾驶需求的，2.0其实也能接受，他们这种年纪其实2.0也能接受，我觉得，就是如果是我们来买的肯定，对吧，还能享受驾驶乐趣，对吧，可以买一送一，对吧，只是贵了没多少钱。我也是好说歹说说了好久了，因为我觉得这车保值率肯定比2.0高。买这个3.0呢也是我好说歹说的，说了好久，我说这个3.0呢好，价格呢，不贵，贵不了多少钱，贵不了多少钱，保值率高，是吧？以后可能没有了，绝版了，那它就有升值空间了。比如说之后呢，3.0不引进了，我觉得有可能的呢，是不是有可能的？很有可能。还有点自己的小心思。对，自己是吧？也是，比如说他们去露营了，我就可以开着车了，对吧？还有一个呢，我们今天这个不是正经测评啊，因为我们也不是那种要跑赛道啊，我们不是购买，我们不是购买指南，我们只是一个底车视频。然后呢，再说一个呢，像我现在啊不大行，是吧？卷毛还是单身，对吧？这又有 GTR 又有敞篷跑车，你买个 Super 人家个破丰田，对吧？你看有破尼桑还算了，你还搞来破丰田，你这是怎么回事？家里买不起车，堂堂大少爷，对吧？破尼桑加破丰田，这算什么事，对吧？特斯拉20几万，你这什么垃圾的车，对吧？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是辆宝马，对吧？敞篷宝马拿出去面啊，对吧？面子里子都有了，对吧？哎，这么想想 GTR 好像是输在了他那个标上，好像确实GTR 确实不大行，大家都不认识。那话又说回来，那天我拍 JCW 的时候，那个小哥就说了，我们就是要找能认识 JCW 这个车型的女人啊、对吧，他都就是讲究成那样了，对，哎呀，太难了对吧，我连 GCW 都不认识，我能跟你好怎么可能，对吧？你 GTR 都不认识还能跟我好，不行不行，是吧？我们现在来感受一下它的排气，太快了。这种其实话又说回来啊、哦、这种 3.0 的车在开，确确实实不像86才那么尽兴，因为一脚油门你就超速了。这86这里还是踩一会儿，那个升了还得来一会儿。这个百公里毕竟4秒多了，一脚油门你就超速了。那86对吧？那转速上来你还是响一会儿。响一会儿还没超速
这么讲八六加速4.8呵呵，我经常被思域老哥崩，也很正常，也很正常。毕竟你开八六了，也不是为了跟人家崩嘛，对吧？我们把门关上。稍微把速度慢。然后这个棚你看，自动关棚，第一，非常的讲究，对吧？非常的讲究，让我想起那个马自达那个。马自达我当时是在那个日本那边看的嘛，他那个棚是手动关的，手动后面拉的，就离谱，他不是自动的就算了，轻嘛，对吧？哎，毕竟钱就是这么多啦。但是在国内就不是很推荐。其实我一直觉得敞篷车啊，那个像 MX5 这种车，它存在的意义，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买的话，我觉得 MX5 真的可以能长期不关棚，就那个味道。然后再说一下，这我觉得这底盘确实有点硬，就是我觉得作为一辆，我们买的是40啊，我们买的是就确确实实底盘有点硬。我觉得我们开起来应该会很爽，我们开起来很爽。这车速如果提一点上去，它可能就更多的驾控乐趣了。是的，这个液晶屏也很细腻，可以，做工挺好的。是宝马，还行，那你，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宝马的内饰的做工，我个人觉得跟现在的奔驰是有一点点的，我有一说一，我觉得还是奔驰更好，更会设计内饰一点。奔驰的外形啊，这两年确实退步非常严重，但是奔驰的内饰还是一直，我觉得是很棒的。这宝马内饰，因为这种钢琴烤漆啊、雾银材质啊，现在国产车都在用啊，就你。对吧，两个大屏幕，对吧？不过它这个车舱的朝向是明显偏向于驾驶者的，副驾驶我刚刚在卷毛的位置看这个副驾驶屏完全是完全是反光，完全看不清楚在看什么东西，但是驾驶位非常棒。它晚上可能会比较好，也对，好看一点，它就是有氛围灯，还有氛围灯啊，你是不现在感觉不出在晚上开的时候是。然后再说一下这个车的刹车哦，那不愧是 M Power 深刻感知到了，还是得买贵的，贵就是好刹车，我觉得这个刹车比之前的 M2 没有差，就你之前就是 M2 就 M2 对，那好像 M2 更好一点，那调教更好，那个 M2 的刹车同一套还是 M2 表现更好一点，但是也很好了，就是撞墙般的刹车，这个车你觉得它多重？多重啊？1.58，1.6吨，1.6吨，3.0T， 差不多。对，我觉得在敞篷车里面，1.58已经控制的非常好了。对于现在很多电动车动辄2吨的来说，这么说吧，其实我觉得很多电子配备啊，包括新的功能上去啊，它都是有重量的。你像八六等于什么都没有啊，八六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就摘呀、对吧？这个是什么都有啊，对吧？科技化总归是会带来负担的。但是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跟我刚才的结论一样，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么激进的去驾驶一辆车的，多几公斤的重量对你日常其实你驾驶过程中 感知并不一定能出感知不明显，但是以比如说像 ACC 的自动跟车，包括车道保持，你在哪怕一个月里面去一趟高速，你就会觉得很爽。就我觉得舒适配置对于自己家用来说，我一定选高配的。包括我们家去买车的时候，我自己买讴歌、买斯铂瑞，我们家基本上所有车都是买高配的，我们家从来没有买过低配，我们家连买江淮都是买顶配的。就是如果是自己家用，那些配置真的都是有用的。但如果说你是厂里用，比如说你厂里要买一个货车，对吧？代步用的，像卡罗拉这种，那我觉得就没必要，对吧？你自己家用很多配置，哪怕音响你都是实时一直能听到的，因为你就会去用它的。我反正自己这个预算够的情况下。爱听歌的肯定是需要好的音响，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关于买车啊，我觉得到这个级别了，那基本上其实我刚刚说的718也好， Super 也好， Z4 也好，我觉得只是我们个人是这么想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每个人的屁股都不一样，所以没有一个错的，只是大家喜好的东西不一样，它没有一个好坏之分，就是这样子。这就是我整篇我们提车体验的全部内容。我们到时候试驾会等，对吧？等把磨合期跑出吧。把磨合期跑出，等卷毛妈妈不要那么，对吧？不要那么心疼的时候，我们
大家去跑啊，四明山，就这样子，拜拜。